警方推出的 MyBayasaman 线上缴付罚单系统昨天正式上路，还提供罚单半价优惠，结果导致用户流量暴增，缴付系统大瘫痪，被迫暂停服务，直到另行通知。无锡阿曼交通调查及执法部今早发文告指出，技术人员改善缴付系统期间，民众依然可以登录网页和应用程式，注册成为新用户以及检查交通罚单。至于在缴清罚单后没有收到单据的用户，也不用着急，一旦系统稳定，当局将透过电邮发送单据。